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讲第三节关于帕金森的事情啊。这个今天是10月22号，2022年。嘿，我们最近呢，这个又治疗了一位这个帕金森的年老的帕金森的这个男性啊，他的太太给我介绍他的病情呢。他怎么说啊？我先生他有高血压、青光眼、睡眠呼吸暂停症和前列腺肥大，他帕金森引起的啊。他常感觉身体好累，颈部、肩膀、腰僵硬和紧绷，身体向前弯腰会痛，腿好重和没有力气。好像抬不起腿，走路常向前低下，腰也向前弯，两手臂不会前后摆动。他其实不是不会摆动，是很僵硬的，用力在摆动，努力不摆动呢，身体不保持平衡，是吧？他用力向前向后在摇动，我们都有的录像啊。晚上睡觉不好，夜尿多。晚上厕所最少2次，多的就30次，体重减轻，现在体重只有108磅。你看这个帕金森啊，引起多少病来？对，食欲不振，他还有幻觉，记忆不好，精神不集中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处理事情不跟先后顺序。哎，你看这差不多，哎，这个有点那个阿尔茨海默的那种状态了啊。帕金森到后期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。做事忘记了顺序，眼睛不能在一点上集中一点注意看1分钟，眼睛会自动闭起来啊，自动会闭起来眼睛啊，这个。鼻子嗅不到任何气味，你看看这帕金森可怕吧？哎，这个嘴巴会不自觉地流口水。哎呀，你看这是我看到他的症状，请景医生帮忙诊治。希望你和他有缘分，你能治好他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帕金森啊，真是个烦恼的东西啊，但是也不要怕。现在呢，这个世界上有几百万这个帕金森的病人啊，这个医疗呢还处于这个摸索阶段，是吧？非常非常这个，大家也都治了几十年，到最近还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这个效果，那个很多人就因此这个，因为帕金森这个病的特征呢。浑身都是这么抽紧的，你想想看，你的拳头能这样一直抽紧，捏个20分钟吗？你想想，这些病人是24个小时，每天365天，分分钟都是这样使劲抽住的，你敢想象吗？这个身体，把你的身体就这样扣住，是吧？紧住，像这个全部绑了绳子一样的，你能呼吸吗？是吧？这样你的内脏都不能好好运转了，怎么不能引起各种各方面？就像刚才他太太所述的，这么多病症出现，是吧？出现了是正常的，不出现才奇怪了。像把一个人捆起来一样的，不生病嘛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病生起来都不奇怪。从脑子里到身体里，到内脏，到肌肉，到神经，是吧？到你的行动，到睡觉，什么问题都出现了，真是没办法。不过呢，这个不要怕，我们呢，这个经过多少年、十几二十年的这个治疗的经验里面得出来啊，我们发现啊，这个你要解决帕金森的问题啊，你不要想的那么多，什么脑子里的缺少多巴胺啊，是吧？确实是缺少，你怎么办？你要把它松绑，是吧？你要把他这个人给松开来，这是第一条。
你把它松开来之后呢，不管是精神上、肉体上，两个都要把它松开来。你要不把它松开来的话，就是面临着你最多拖15年这个病，15年到20年你就再见了，是吧？因此呢，很多人呢，因为是吧，至今为止的各种各样的治疗，没能把它松开来，所以他心里面都有一种恐惧症。为什么难受啊？是吧？这么紧绷着，也不能生活自理，都要任何事情都要家里一个帮手，不是你的太太，就是你的家里的其他的人，要不就是雇人24小时照顾你，你没办法自理生活嘛。所以呢，又焦虑，是吧？对吧？又害怕，所以整天呢。比如打个例子吧，我是治疗一个病人，他曾经有，这样的表现，这个，他跟你说啊，他太太陪他来是吧？赶紧给我拿水来，3点钟了，离吃药的时间只差1分钟了，赶紧拿水来吃药，口袋里掏出了一把药要吃是吧？为什么？恐惧，是吧？知道这个病，不行要死的，是吧？吃了这个药呢，也不能让他松开来，但是不吃药呢更可怕，所以这吃药呢是一种心理安慰，是吧？那恐惧，你晚上也睡不好，是吧？一个是抽筋的难受，一个是恐惧，是吧？恐惧，那么中医说呢，这个肾脏最怕那个这个受惊恐，是吧？这些病人年纪大了，都是肾很虚，有阴虚的，有阳虚的。更有甚者，有阴阳两虚的，是吧？那个人都消瘦没体力，是吧？你怎么有体力呢？睡不好，肌肉抽得紧，肌肉抽得那么紧，就是在消耗你的体力，是吧？那没办法，害怕，最后就再见了人生。我们呢，经过十几年、20几年的这个就治疗帕金森的经验里面，发现呢。嘿，我们中医的这个3000年的东西啊，真是个好东西。哎，它就有办法把你这个人给松开来，从精神上到肉体上。哎呀，这一下一松开来，你人就有救了，是吧？你马上就可以，基本上你甚至于可以就是效果好的人，可以自己生活，是吧？哎，那个就品质不一样，就。第一，它就消除你的恐惧，哎，你会动了，不是说我这个整天就不动，闷在房子里。还有一个事情呢，不快乐。你到医院去看一下那些排着队的那个看那个帕金森的，没一个人的脸是在笑的，或者最基本的样子。本身他的这个病呢，把脸上的肌肉也抽紧了，他也不能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是第二个，他心情高兴不起来。你说脸上肉不笑，眼睛可以笑吧？不行。他高兴不起来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这个中医的东西啊，这个我最近这个又治了一个这样年纪大的人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录像，是吧？我们给他这个做了我们中医的什么针灸推拿，这个是这怎么叫功夫点穴了？哎，很巧妙的就把人给松开了，哎，他的太太和他本人都觉得很惊奇，哎呦，我这个。这么多年来生这个病啊，就没有办法，没有人把我给松开来。结果我们从结果来说吧，他就是希望，因为我现在在洛杉矶，他希望他在北加州，希望我真是，每个星期的人来给他治疗，这他就有救了。他就这一次治疗，他就觉得有救了，然后站起来，我们就拍录像走路，他原来也能走，是吧？然后手是歪歪扭扭的，是吧？要向前冲倒的，是吧？然后治疗之后，他人一松开来，走路的样子，哎，走路的样子就接近正常人了。还有这个不用说，他夫妻两个人都开心死了，我也为他们高兴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帕金森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这个办法哦，这个我们俗话说的"条条大路"。通罗马是吧？你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，什么医也好，藏医也好，印度医也好，你能把它松开来，你就最好，是吧？就别的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，
哎，我们这个针灸那个功夫点穴，哎，利用火罐，哎，就能把它松开了。一松开了，人的心就松开来了，心松开了，他马上就立马感觉到我有救了。哎，你都不用说，他自己很清楚，我有救了，开心啊！的人说，人家他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是吧？精神一爽了，你的细胞啊就活起来了，有活力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东西一活啊，你这个细胞一活，全身各方面的细胞，它有各种内脏不同的细胞嘛，都活跃起来。一活跃起来，就等于给了你人的活力了，知道吧？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得悟出一个道理来，长期的这个治疗经验里面悟出个道理来。你要把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放松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要给他放松。哎，胜这个一放松，胜过你任何方面的吃药啊、打针啊、开刀啊，身上埋那个这机器啊什么的，埋那个这个。是吧？震动的机器啊，什么这个通电哦，通电极的，防止你手抖的那些那东西啊，比他们任何都来的这个让病人觉得，哎呦，我能动，你知道吧？他个病就是不能动，一让他能动，他人一高兴，这个就像身体里面肾上腺素马上就飙升，就给你力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就，哎。这个你给帕金森的人一个信心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办法是吧？针灸、火罐、功夫点穴，结果就是让你给松开了。一松开了，你就有救了，你自己身体产生活力了，知道吧？这比任何人帮助你，外力的帮助只能让你消沉，因为你体会不到什么叫浑身血液沸腾那种。肌肉也松开来了，神经也松开来了，从你的脑子里面精神上松开来了，心里面松开来了，一松开来，你就想动了，哎，对吧？你想动，哎，不是说你不能动，人家扶住你动，这天壤之别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觉得帕金森啊，不用害怕，走远点，帕金森，走远点。巴金森，再见，知道吧？他们英文就怎么说啊？Get up away, Parkinson. Get up away, Parkinson. Get up away, Parkinson. 这些东西呢，有个前提条件，你要把他人给松开来，知道？你才能说得出这句话。说记住了啊，我们中文就说，走开点，走远点，帕金森，再见，走远点，离远点。帕金森，再见。Get out of way, get out of way, Parkinson. Get out of way, bye bye, Parkinson. 你有了这样的信心，能把你松开来，基本上你就有救了，是吧？你活得有很有是这个生活品质了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这个暂时讲到这里，第三集这是。我有点这个忙不过来，这个有点偷懒了啊，比原来的7天，说一次晚了4天，很抱歉，向大家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记住了，一松开来你就有救了，开心。OK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1个星期10天以后再见，感谢大家收听。